大家好，我是郝赫，来自西班牙，现在正在马德里自治大学学习政治法律。我的爱好有很多，文学、诗歌、音乐、电影，和朋友共度时光。我很喜欢学习不同的语言，因为这样就可以了解其他不同的文化。在这些语言中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汉语。所以在一年前，我和一些西班牙朋友以及中国朋友共同建立了一个网络电台，它是一个面向所有人免费学习中文的网站，它的名字就是“金文虽然”，用中文表达就是“中国”。